女人为什么要让老公宠？对吧？你来宠。这个书，你要看一下目录那一个更。我觉得他写到这就已经有问题了，他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了。就这个。对吧？三观超正。这不是我。这个作者是男的吧？你先签我也吧。先签。而且这个是2008年的，是在哪个？他的 PUA 女的吗？对，好像是，我也觉得是，可能是 PUA。给你看吧，你拿着吧。你要不下次还给他？没事，我下次还给你。你看吧，看吧。啊？这么点？不行，他就是。你看吧，看吧，拿着看吧。拿着看。我不生气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